停牌，思源听对倒，四四六六，对，四六条，不过四六条，四条一张，六条两张，是，杠定，是七万，四六条，这个没有碰，没有碰，西风都不动，双头不要再碰了，对 ，OK， 那齐燕这边也是一进厅哦，是。哦，五条，不能，思源应该不动牌了。不能吃，对，十六条。这边瑞宾哥一进厅、哦，哇，四万又被摸走了。是，这个牌就难以抉择。七万放枪，七万是胜币、哦。六万没事，对，七万是胜币，但是他这个牌决定七万定将，进二五听二五。想要把这个听口留在小万子哦。对，不错啦，锁四七万呢、啊，这是好方法。主要是小万子进牌的几率是加大的啦，因为五万完全没见啊，二四七万会有危险的。哦，五条，五条转吗？四七条还是三六条？前后想一下，三六条有机会，四七条没机会。主要他是看上家的加绒打了三五条，那他想说他是不是打四条会比较 OK 一点哦？对，好，七筒。这边四七万，七筒，三六条该摸了，改变牌留了三六条，没有二万没事。但是这个二万打下去的话，再加听牌，瑞宾哥是会前进的，会吃了之后会听牌，会听二五万。哦，哦，听改听二五万，再来转一次。那齐燕的五万，有点岌岌可危的感觉。但是如果靠张也是多的哦。对啊，除非你靠到九筒、或靠到九筒会去打五万。哦，是三万。小妹，这个动作会不会给其他选手有感想哦？有啊，当然有。我觉得你手上一定是还有小万子。讲着讲着，你看瑞宾哥已经好像把他三万拿到旁边去。是啊。碰起来。好，听四七万，两家听四七。是。一家听二五，都是万子系列哦，都是万子啊，打了一万跟打，那应该是下车啦齁、嗯、应该不会再去打二万的牌，不见不打了，二万，到底有没有二万？你看自摸，选三六条是自摸，但是没打没动牌，不知道啦，对，因为不敢下二三三万，下三万一样是动牌啦，一样是碰瑞宾一样碰牌，所以他会自摸的六万啦。但是个故事拢唔知呀，知呀都免坐伫家，对不？对啊，肯定。这时阵有加一台哦，有来啊！哎呦，真正诶，正杠诶，唔是假。好，杠摸是杠上自摸，这个转牌他就觉得哇、哦，有价值，有价值的。对啊，不然他觉得我转过来转过去，还他一个公道，白三六所自摸，结果现在杠上自摸多一台啊，是。多等两手多一台，不错啦、嗯。都是该他摸嘛，因为他也不知道，但是以他没有看到的视角，他觉得牌还蛮多的。好，那思源这个自摸之后会来到三万分上下了，三万分整。